就赶快勾，才不会呆呆板板的。你看它有晕的效果才是正确的啊。好，你看它还会晕，因为还没有干，要有抖动啊，不要变成这样细细细细这样勾就不对了啊。这下面要特别粗，有看到哈？好，现在就勾里面的那个这个小颗的，小颗的，不要这样远远的一颗一颗，这个叫偷懒。好，那我们要多一点，有的长一点，把它补满一点点，这样子。这里你看哈，补很满。他说要把那个什么裁切，裁切要开始那个。他现在在录起来给你们看哈。有没有要补满一点，你不要远远远远那样子，这样子就没做到哈。你看多一点，有大有小哈，它的形状不太规则，好才会漂亮。你们回去啊，可以从头再画，把那个桨印拿出来从头画，你就可以画出来很漂亮。然后在还没有干之前，在这里右下有没有，我们勾这个墨色都是右边下面。你们回去试画没有那么快了，我是速度快放快了哈，因为很多要复习哈，玩掉很多时间了。没关系，这里都会加，你看哈，右边下面它就有一个立体的效果，对。